废料的话，我们这边把它放掉，然后把这边拉出来，这边就松了。可是空场的话啦，因为你拉出来的时候会卡在这个，如果这边能扩的话，你就让它扩掉。换完之后把它换回去的速度，这样就好了。再换这里的废料。只要是不要让它